看到我们自己与我们彼此。
的老师大家都开心哈呀。哎，来挑呗。待会儿有朋友。我们是 Blaise 创作的两张油画。Blaise 呢，来自于法国。我是可以触摸的，我是个华画的收藏品。以后有时间的时候，别忘了跟我互动啊。以前呢，美院的学生拎着箱子都找半岛，现在都不找了。那希望美院的学生以后有箱子还多找半岛，让他们别失业了。你们可以拿着半岛在本地里面溜达，但是呢，走的时候一定要把我放回原位。闲逛，然后发现了我。然后呢，尼尔经常在电台里面放一些古典音乐。那个时候呢，正好是春天，所以他想，要不就在这块废料上面给我刻上维瓦尔第写作的那个协奏曲《春天》的谱子吧。也许有人走到这块菜地里面，就会发现我，说不定还会唱唱我呢。觉得喜欢艺术。啦啦啦啦啦啦！抬头看看可以看到我，低头看可以看到样子。互动，也可以男的看到我，也可以跟我互动。我真高兴，我也出现在视频里面了。有时间的话呢，可以呢看看我在视频里面是怎么样表演的吧。
我吃。他叫卢华，他也是英梅在重庆新认识的朋友，可以跟我玩。看看英梅，看看我脚上的皮鞋。你们看见我脚上的皮鞋了吗？看见了。看，你们可以好好的看看我。我的价格非常的便宜，这都是我的主人的作坊。我的主人呢，特别的勤奋。他19岁的时候呢，就跟法国人呢开始学做皮鞋。毛笔去感受一下书法，书法没有那么痛苦的。我们像我一样，拿一支毛笔起来，拿一支毛笔起来。太用力了，你吃萝卜的时候是使劲咬的吗？不是吧，轻轻的咬的。什么是行为艺术？可能大家很多人都在问。这就是行为艺术，它在日常生活当中写书法，它可以转换成行为艺术。今天很，我的主人特别高兴，还有两位小朋友参加他的互动行为装置作品。大家可以呢跟我互动。但小心点，别把我摸坏了。我给那个房间带了好多色彩。我实际上可以在夏天的时候也围着。现在节日的树苗了吗？对了呢，记住我呢。我的主人王莹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电脑上画手稿。他是住在英梅隔壁的石邦助理艺术家。